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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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出去溜达了哈，出去散步了，出去散步了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乐乐星。今天我离开可鲁可镇了，继续出发，在可鲁可镇休整了都有个5天左右的时间了，休整比较长。然后啥都准备好了，啥都搞定了，然后今天继续出发，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了。那么可乐，这些天休息的好了吗？都恢复精神了，我们，然后我们继续出发哈。快到11月了，然后天气冷了嘛，然后这边的树叶啊，都已经掉光了。不过风景还是蛮漂亮的。从可可镇出来走了有10多公里了，现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。看一下什么叫荒无人烟，戈壁滩。这荒原几十公里都是这个样子，要赶快出去才行。好了，那可乐，我们走吧。前面一大段都是下坡路了，浪浪、可乐，上车吧，你们一起。好了，浪浪、可乐，坐好了哈，你们。走着走着发现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外星人遗址，前面500米。500米在哪里啊？让他看一下。放大看一下，哪里有外星人遗址啊？啥都没有。外头塔拉镇终于到了。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了。我骑了有7-8个钟头了，终于骑到来怀柔塔拉镇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就赶紧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，有点累了。今天骑的，主要是今天其实
这骑的也并不是很远，就是都是山坡路，太费劲了，一路都是山坡路，唉，无语。不过还好现在终于到镇上了，然后现在也不管那么多，先找个地方扎营，太冷了现在，终于休息。帐篷已经搭好了，今天就在这个路口这边扎营吧。啊，好冷啊，赶快进去了。啊，终于进帐篷了。外面现在其实有点冷了，所以我就赶紧进帐篷。不过狗狗啊，我都还没有吃东西。我把狗粮啊、鸡胸肉啊，还有我吃的一些零食啊，还有水都带了进来，然后现在在帐篷弄吃的给狗狗吧，先喂它们吃，很饿的。我这边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我就打算。光谷粮不吃，明天煮好点的，煮些好的给你吃，吃点虾仁吧。吃完晚饭我们都休息了，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